会，发懵，脑子不灵活，复习到很晚的时候，就是而且白天又会要工作又很多，然后晚上回家还要补习复习，那个时候又困又饿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就会找一些东西吃。后来呢，就是吃士力架，对，因为士力架横扫饥饿，因为士力架里面的能量很充沛，营养很足，所以很快就能补充体力和脑力。备考神器士力架，让你燃起来。会啊，当然会了。我饿就发困，然后就想睡觉，然后就没精神，都觉得饿了。吃零食，然后想去吃大餐，但现在我都吃士力架。哇，我整个人就像被点燃了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整个人燃起了对学习的欲望和怒火，然后我觉得这一个难关我一定要突破，我一定为了我的终极目标而奋斗。试一下，这是我今年的希望，简直太棒了。试一下真的很棒，吃了试一下让你灵感爆炸，然后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有时候会饿的时候就是着急，然后做不出题，就是对题目就是有那么一点的就是脑子不在状态。考试的时候一紧张就会饿。复习的时候就不想打断复习节奏，然后就会特别想吃士力架，因为吃士力架特别管饱。就是很充实，然后脑子特别好使，就能一下就转起来了。备考很辛苦，用士力架点燃你的士气吧。